从七月初到八月底呢，四川熊猫基地陆续有14只熊猫幼崽出生了。昨天这14个小家伙呢，集体亮相和游客见面了，那个场景怎一个萌字了得。今年熊猫基地里热闹非凡，从七月初到八月底之间出生的14只新生熊猫集体亮相。熊猫基地的工作人员说，这14个小家伙都是今年7月到8月之间出生的，最大的才两个月，最小的还没满月，个个是萌的可爱。别吵我，好困，我再眯一会儿。不光游客是第一天看到他们，这也是他们互相之间第一次见面，相当于熊猫幼儿园开学第一天。不过小家伙们互相之间不认生，看这兄弟俩好像有点饿了，把旁边的小哥哥当成妈妈了。妈妈，我要吃奶，我也要吃。